兴奋又期待又害怕受伤害。我牙齿的那个咬合非常的不正，医生说我的牙齿属于非常不好整的，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担心。他说应该至少要2年的时间，希望我非常努力的可以缩短时间。把你牙齿的形态的拍出来吧。我这边好歪哦。我不会觉得说你牙齿退很多会好看。退得多的意思是指这边会塌下去，法令纹跑出来。法令纹跑出来。对啊，如果退太多，但我觉得你现在的侧脸是好看的。还是有点凸啊，就是拍照的时候。我不觉得靠拔牙去矫正会有改善，然后是你觉得你的嘴唇凸，那我们要牙齿要移动往后退的量就要比较多，通常如果你放松你也觉得凸，这种情况就会建议要拔中间的小臼齿，我们牙齿才有办法往后退非常多的距离，嘴唇才会跟着一起往后退，这是处理嘴唇凸的情况。我的目标会比较想要让你笑起来的时候你门牙侧面看的角度是直的，不因为要做矫正而拔牙的话牙齿都留下来，然后上下左右四个骨钉拉前面牙齿去往后推。我以前就是治疗过的牙齿就是右跑问题出来，所以就是会看到我之前口扫完之后旁边就是有那个黑黑的牙齿，那牙齿已经是治疗过但是就是它又出问题，所以它就是要重新治疗，那总是有一颗就是坏掉，所有的小问题全部弄好之后才可以进行矫正，所以医生还是说我口哨必须要再做一次，但因为要做矫正的关系所以只能装那种临时的假牙，等全部矫正完成之后才能装那种永久的假牙，因为装了两个临时假牙要再做一次口哨，每次看都还是觉得很神奇。那这就是你现在牙齿的状况，紫色是我们预计要排齐的样子。好，让你在侧面的时候，它是角度变成是直直。在原始尖状骨钉吗？对对对，不是一次打四只哦。你要一次打四只哦？我只是问你建议怎样就怎样。好，那我们就一次中四个。放好了，白白的。每一个阶段都会模拟一个模型，这个阶段总共会有四副拆牙套神器。有些人做指甲很难拆，所以就有这个东西。啊，比手弄好多了。总之就是现在自己拆下来的，装上去。口诀的部分就是前牙进后牙出，这第二次自己练习，没事的时候这样咬，装上。OK， 这是另外买的，但就是更美，很像粉扑。装上去那样就是很紧，有些牙齿有可能会觉得有点痛。一开始是适应期，但到后面会变松的，就是因为我们牙齿已经移动到理想的位置。对，比希望要快一点。按照这个日期在。好 ，OK。妈妈装牙套，你看。因为我要加牙套。因为妈妈要矫正牙齿啊，要吃东西了，把它拆下来什么很麻烦，但是就是想要好好的把牙齿矫正好。这样子弄啊。哇，这是高手！口水喷到我手上。对对，我帮你擦一下。这也太厉害了，很多口水呢。现在要换成这个，反正这个放不太下，这个盒子就可以全部放下，有点可惜耶。放脸会变瘦，会变这样。我觉得你瘦身比较实在，透明的呢。这很进步吗？那你不是一直戴着，你还拿下来看？我要刷牙，刷好牙了。你在紧张什么？不是24小时吗？我已经刷好，我现在要戴了啦。我装给你看。我没有很想要看你表演啊，需要我帮忙打进去吗？带着吃那个花生啊。是。刷完牙，清洁完牙套，第二天早上睡醒，它就变白了。就像齿垢吧，看到整个吓傻。我会努力在清洁牙齿啊，很夸张哎。
不能用牙膏，就是用牙刷，稍微轻刷过后，有没有它又变回透明的，或者是清洁发泡钉那种。其实现在这一副就是不算是正式的，主要就是让我习惯，有点大舌头了。又来换正式的第一套，这个要戴两个星期，应该戴起来就会比较整吧。哇哦，不错呀！上面要调多少，下面要调多少？好，哦，紧啊啊！有牙痛的感觉。我这边牙齿其实本来就是装个假牙，刚装下去的时候都特别不舒服，要是有种要喷泪的感觉。这还是一开始而已，重点是就是他先让我习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，为了要效果更好，医生要帮我打固定，那时候拉应该就会更不舒服哦。但既然都戴了，就戴下去。今天缴了20000块打固定，上下都要打4个，总之是缴了20000来受苦，反正都决定要打了就打吧。虽然戴第一个起来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这边好痛，戴了3-4天之后就还蛮习惯，因为他先调后面，就是有觉得后面牙缝变大，应该就是有移动了吧。这件很夸张，你看小公主的诊疗室，你看连这个都粉红色，美女才可以来这里。哦，真的吗？有吗？你有觉得牙缝变大吗？我看一下，有好一点点出来。我觉得这边上面最明显变大。没有，其实4个缝都差不多大，都有一点点。哦，所以它还要再往后变大？会大概往后变大1厘米。它先变大，然后后面那个靠近又变小，直到后面到定位以后开始前面就开分歧。哦。现在不是很多人打麻药都打的时候也不会痛。那是你的幻想吗？好了，刚超紧张，我还以为会更大哎。我们选用就是最强的金属的纽扣，正常来说你怎么用它都不会掉了。好，要绑什么？铁丝吗？对。好，我现在就觉得嘴巴很多东西好像肿的感觉。好啦，希望不会刮到。那现在真的就会觉得，哦，我戴牙套，接下来就是反正越来越紧，加油。想要瘦身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装牙套。然后固定大概3个小时之后，觉得有种生无可恋的感觉，好难受，头都痛起来了。刚刚就赶快去吃止痛药跟消炎药，好痛，然后一次就是打4个，就会这样子。我想说就干脆利落一点，一次4个，反正会熬过，努力熬。头好痛。真的是每一次套上新牙套的时候，就会变大舌头。如果我要正常讲话，会非常的累。Oh my god， 无法言喻。医生帮我绑的铁丝跑到这里面去，像是什么？整排都是。